大家好，我是狼。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关山这个流域哦。那感谢我们的当地住人的朋友带我们上来录影片，录影片。对，录机，录机，快点！录机，挥手，挥手，挥手。好，上电视哦。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这个登山口上去到这个，上去大概400，对不对？下下。四百啦，我刚才看400啊，他说400多，500左右就可以到这个人线，就会比较好走哦。那现在就从这个登山口这边翻这个岩壁。好，现在来到了这个旧瓦山部落的遗址，哦，这边是一处家屋，哦，这个整片区域都是那个旧瓦山部落的遗址。那我们现在要前往那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那这个树很特别哦，它是有那个树脂的啊，感觉像胶水一样。那这边就蛮多棵这样的树啊。那往前走远就到这个岔路口了，我们就要去这个秘密景点。然后我们原本要先去那个家屋的秘境哦，但是我们走太快，直接错过那个岔路口哦。那现在就到这个平台的这个。算是一个高地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那边可不可以走过去。这边就是那个铁绳，哦，铁缆绳啊，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吊桥。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可不可以从那边绕过去那里？那我们看这个兽人过去，看可不可以切过去。不行的话，就可能要到第四天才可以往那边走。可以过去吗？还是断掉的？因为地图说，搞不好可以走过去。有吗？好，那我们在这个在高，就是高地这边哦。然后我们的对面那边就是旧万山部落，然后这边是左口溪，我们可以从这边爬上来。那我们等一下往这边走。我们要去那个溪的旁边那边，这个溪旁边那边旧万山。那我们可能就会改成第四天再过去看这个旧万山部落哦，跟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那个景色。那我们就往前走吧，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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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他回归了，是不是？你看他一直都还在啊，很小心，是啊。哇，这边有大瀑布哎，下。哦，那边一个瀑布哦，那有一个大瀑布，蛮帅的。好，那去这个万山岩雕呢？其实上来之后就路就很平啊，选这个路线直接绕过去，就会切到这个溪的上游，就可以扎营了。看这路超平，你讲哎。好，我们那个木阶梯上来呢，我们来到第一个古定遗迹哦，这边万山树雕，这是谁到底在那边刻这个字啊？很多刻，真的是，看那里那个几米的，怎么回事？这个有没有传说的故事啊？国定古迹，野孩子，四级古迹，几米是那个树人吗？几米，而且还是外国人呢，大卫，几米？慢。要帅的，要帅的哦！要帅，要帅，别笑。
哦，这一只是三羊角。三羊。这是长鬃山羊，你看这个黄色这个，然后长鬃山羊，然后这个山羊的脚就长这样子，长这样子，像那个山羌会岔开。哦。红鱼的味道。不料可以丢啊，感觉还比较丰富一点。你有带东西？没有，这么大。好，那我们现在吃完早餐，准备出发了哦。那我们就要去前往这个古巴查尔这个岩雕群这里哈，那边我们会经过三个岩雕，它还有很多家屋，这样先把这边记录下来之后，我们明天再去这个三大奇亚二哈，在另外一个路线，它是一个放射状的，所以从左眼，左眼，太眼，第六，那个正常，哦，这个，这个是外，阿塞阿塞，阿塞，阿塞，脚出面，阿塞，来下来下来，小心啊，姐。好，那我们溯溪上来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到这个要上攀的点了。这边就是去岩雕的路线，哦，这样跨上去上面那边，然后上去，那边一个瀑布，哦，就是汇流口右边这边，然后有三处岩雕，然后这岩雕在这个万头兰山这个区块这边，啊，这边先休息，我们先等后面的队友来，我们再一起上去。好，那我们刚才从溪底爬升上来啊，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会到这个棱线，那就沿这个棱线往上走就会比较轻松了哈。那这个区块呢，就是以前，哦，他们那个万头兰山山区一个活动的区块，就猎人的活动区块。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找这万山岩雕。那万山岩雕非常酷哦，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什么古墓奇兵啊，那种寻宝的节目哦，所以当知道台湾有这个图腾的时候就非常想来。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啊，准备前往我们第一个。啊，岩雕的这个地区哦，走。哦，庐山真面目，祖布里里。那我们从溪底上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一处岩雕，这个岩雕叫祖布里里。那这个岩雕它比较特别，它是这个掌纹形的一个岩雕哦，然后掌纹形，然后一个点状的一个图腾这样。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岩雕它是三阶层上去的，然后代表当时卢凯族的迁移的方向。你看到，哦，我们从那个万山那边过来，那现在他们从西边移过去，所以就这个迁移的方向的一个意涵在里面这样。所以我们看岩雕的时候可以知道一些故事跟一些族群迁移的一些方向这样。那就是这个比较特别的岩雕的地形，那我们就可以上去看一下。哦，那我们来这边的时候要上去要脱鞋子，当地不人要脱鞋子哦，然后尽量不要去触碰到那个石头这样，就会破坏到这个岩雕的一些它的图腾的这个形状。OK。
好，那你上来呢一定要脱鞋子哦，那不要去触碰到这个岩雕一个范围哦。那这个上来这个三阶层，这个岩雕这边就有好几个明显的一些那个图示，看这个有点像熊掌印的哦，这一圈，然后一点点的竹掌印的感觉，看到这个下下再把 V 起来，面山，然后这边就一些点状，点状。哎，摄影机嘞。然后到这边呢，你要脱鞋子哦。这里有一个竹掌，有没有？对，竹掌，用一个熊掌那样子，一二三四五，对。为了他们笑。平缓的人先上来，这边有一个家屋，非常的完整，长这样。